我很开心。哇，大金瓦斯蛙，谢谢。跟小小他滚远。他不配站在你眼前，你的头怎能看不见？打都是我。
对啊，欸，那瘴气之谷那个彩蛋我看得很开心欸，哇，古龙死掉的地方还是死亡龙台那边。看屁呀，走啊！建国安，对啊，叫名字还是觉得很奇怪。你的痛怎能看不见？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？为什么还会让人变残缺？为什么那么痛，还敢拿胸口再挡？瑞三杯，你冲啥小？可以骑乘的呢，带咯。你冲啥回啦？低能哦，早早自己撞了。哎，干对呢，你是松鸭哦。我那时候还在台上直接叫你名字，好麻烦。那你就要承受被我叫认错叫错的，嘿，好啦，感谢松鸭。不知道冰原不是有个彩蛋，就是那个啊。那个洞泳装洞土上面不是有个钢龙的脱皮，我抓那个水母都会在那边挖。不然你就是把你的本名后面再挂号松鸭，有没有？我们很棒。还好打小打这种可以聊天，可以参加。险恶的沼泽，来哟！打泥鱼龙喽！很明显哦，你是指那个，还是有全部领取？西奇西奇，嗯哼哼哼哼。更换装备，不然就是泳装洞土的地下其实有什么鬼东西，有没有？更变装备，
说吧。对啊，那个小明人格要点开来看，不然就叫做，不要好了，这样感觉好难听哦。兔兔，哎呦，有兔兔。这个位置，发射。可是我现在看那个我的聊天室是很小很小，所以不一定我点得开看。没关系啊，叫本名比较亲切啊，虽然有点不礼貌。哎，建国，仿佛听到你骂沙小之类的，怎么办？我耳朵是不是有点灵啊？建国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四下，那刀，咻咻，去哪？对啊，等他找彩蛋呢。他每一集我几乎都有看啊，所以有一些比较不相关的，他最近不是要做那个神剑，那个咖喱棒 ，X 咖喱棒，然后那些东西我就比较没有看，我都用听的啦。反正那个不用看也没关系，就用听的。亚瑟王啊，时钟剑啊。就没有看了。对啊对啊对啊，我也是魔物跟神话，然后就是看以前那些我没有玩的那些魔物。他前阵子出了一个蛮可爱的，就是全身白白的，只有嘴巴，然后好像飞不起来，在洞穴那一只，我觉得那只很可爱。睡着了，这开到几点？这个开到5点、5点半吧。怎么了？对，呼噜呼噜，呵呵呵，那照好可爱哦。
怎么了？像白色烤鸡，不是烤鸡，它是没有毛的鸡。那我可以用这个更变装备，然后片手剑，然后换三天刀。昨天把三天刀给做出来了，天刀参加。哎呦，锤锤好伙伴来救你了。毒怪吗？好像是第二期的，他第一只有做一个吗？第二只有做一个，好像不是，好像不是电动呢。晚点来看，他不是那个，不是有做一个抱一个娃娃抱着的那个，就他说其实在那个玩家之间也有蛮热。我跟你讲，我就在这边等他来，你信不信他会过来？我就在这里等。那我们现在这边放陷阱哈，有吧？这个，嗯，